OK OK， 欢迎播看 SP 松间前瞻精讲。明天周六 SP 松间将正式上线，它的定位你给我好听好看。我刚断言它将成为白晚之光和满红的共存之选。我们将从这对松拳武功展开来说。首先 ，SP 松间是一个顶级的统帅型武将，统帅全武将第三，高于 SP 黄甫松。属性的缺点在于速度倒数，很难去适配一些高速武将的一速进化。自带技能奉令平鲁，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正面状态的举兽，延长增益回合加回复。目前为止，它的能力天花板一定是绑定松拳，什么临风绝地的松上香也好，折冲御屋的太史慈也罢，都只是得过且过。二保一的松拳武功基本是他唯一的方向， SP 吕蒙也好，程普也罢，都是弥补 SP 松间的缺空短板。你千万不要去想着什么喷火盾，整个队伍没有控制啊，强度一定有限。那这对松拳武功不堪，为什么说他是白板之光和满红的共存选择？很简单，首先 SP 松间一定不难抽，他替换的是清冽如火卡包里的陆抗，断断不可能难抽过老关羽和陆逊。其次，松拳一直是白板荣光的常客， SP 松间能够让松拳更好的叠 buff， 而且白板玩家你给博康记住，松拳的避重状态能够让你更好的适应下个版本的战场环境。 SP 松间的传承战法赴汤蹈火一定会进入满红玩家的共存清单，松拳的避重是你克制抵御的法宝，这对已经提前预定博康白板荣光的素材。而对于满红玩家而言，目前的松拳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你可以当第四队第五队共存，也可以直接传承赴汤蹈火去走五队共存。二到六回合的抵御能够极大的提高队伍的坦度，这有两个重点需要记住。第一，它的抵御可以无限叠加；第二，这个技能不适用于枪兵，所以你的SP 马超、SP 关羽枪兵用不得，你实在想用就用在博康的神威骑上。记住，保护周泰就是提升多穿能力。OK， 博康最后再给 SP 孙坚打个分，满分5分，评分为3。